我哋而家嚟咗呢个蓝金恨夜市啦。咁啊，泰国人啲日常生活就放工后啊，咁啊行下呢啲夜市。咁啊，定下呢啲食物，一边行一边食。咁啊，凉凉地咁样嗰个感觉就几好嘅，因为朝头早或者特别即系晏昼啲时间咧非常之热啦，咁所以夜晚咧，咁啊，凉凉地嘅情况之后出嚟行下街，都真系几惬意啊！咁啊，呢个夜市咧，你有好多嘢都可以揾得到嘅，譬如嗰啲嘅衣物啊、日常用品啊，咁啦，咁都可以。咁都可以揾得到。啊，今晚都幾多人。咁啲台啱啱開翻，冇幾耐啦。有啲椰子汁啦，有啲啲燒烤店啊。哇！呢个榴莲啊！哇！咁啊，带大家兜个圈啦，呢个食嘢嘅地方就咁上下啦。呢边就系买一啲干货啊、用品啊、杂物啊咁啦。一啲水壶，唔知你捧开。捧开边度去歌嘅咧？呢区就比较多穆斯林嘅朋友啦。呢个是什么？你们看着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我们看着红粉，就是 Air 华挑战那些。哦，那些炸昆虫啊。炸昆虫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为什么要这样熬下熬下呢？我都不知道。是不是凉快一点啊？凉快一点啊。那这边就是卖一些衣服啊。是的。他说是吧？那这里也很大的，这个夜市都。现在都未开得完。你去是不是叫全盛时期啊？全盛时期，我想全盛時期其實是因為多客，多客係啦，即係尺寸應該差不多嘅啫。咁呢度啲嘢係應該係平過出邊嘅喎，會唔會咧？我諗，因為啲人都係比較平民啲呢邊。
哇，这个鱼吧，租都便宜啲。这个不是整香水，其实今天都算多人，我们发现，因为现在疫症关系呢，咁都想不到都咁多人都会来到这个的特立的市场这里。发现到这里一个蛋串定是烧麦，炸鸡啦，非常正。看到啲咩咧？沙律。哎，是喎，咩果嚟噶？而家人比较多啊。咁啊，睇下呢一度就系卖啲家居用品啊、干货啊、眼镜啊咁啦，衫啊，咁就都香水啊，都可以喺呢度揾得到。電器啦，好啦，咁啊都差唔多啦。我谂我哋真系好好彩，啱啱行完个夜市。你睇而家一出到嚟，嗰啲雨几大，所以都感谢个上天保守咗我哋呢次行程。俾少少，俾少少路面情況睇下啦。呢度就係可以突然間幾分鐘之內嗰個雨可能落到咁大啦。好啦，希望大家中意睇我哋今日嘅介紹。